热身，要挑战我的无花干哥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很多网友说我代表是开门。可以了啊！所以说，今天要炫技，16吨，要挑战我的无花干哥哥来。人生貂皮不拉草，我今天是有三喜啊。第一喜来，签保时捷，保时捷 Panamera 紫色的车子，非常漂亮。二喜，我们的公司，我也是董事之一，嘉裕，哦，今天股票长红，今天上涨100多%。第三喜。我的女儿今天光辉的10月25日生日啊，准备要开箱普罗旺斯纸咯，噔噔噔噔，开心哇，大华过来了，超级漂亮的内装，高级音响，满满的轿车里啊，满满的轿车里，又再补一个客制化的香槟啊，还有水晶杯啊，帅哦。